从前明月光，从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，低头思故乡。大家好，小弟是贾良介，欢迎收看《良介先教台语》。去年请了，伫我郑秋平啊，会使讲是大家真喜欢的客来礼。大家好，我是欧游戏，可爱。另外啊，那么伫我的倒手边呢，是咱美丽啊，贤惠，咱的桥边宋慧乔。嘿，对，大家好，我是桥边。今仔要先甲大家测试一下。拄只咱念这东西呢，啊是李白所作的吼《静夜思》啊，听因两个念起来，唔知恁感受如何？咱即摆吼，以后咱呢每一节课啊，拢爱来教这个东西啊，和这个克莱里甲回教呢，来对咱念东西。安尼呢，你敢知为什么要安尼教？为什么？你敢知？是安那？啊，那呢？你诗愈念吼，恁两个人气质会愈好，啊，人就会愈漂亮啦。安尼听好无？安尼真好呢，安尼袂歹。安尼好，今仔日要来试看恁两个到底听多，安尼一礼拜了后，是毋是听多有较提升啊？好，我无信心。你无信心？好，我来挑战。哎呀，那个名师出高徒，较会使无信心，对不对？对，无采讲讲，对新的咧行，人讲吼，对高人要甲高人做奴才，唔甲憨蛮的做军师，你听有？甲会使解说一下。就是讲，你要对一个好的老师，你敢知影？敢若伫孔明的身躯边咧泡茶，迄个囡仔。在孔明的身躯边扫涂骹、泡茶三冬，安尼落来，伊就会晓上名。是安尼啊？对，伫高人的身躯边就是安尼啊。所以你来看嘛，今仔日我来试看恁的程度到倒。好。你台语学遐久啊？好。这你要讲袂来？飞机。啊？飞机啊！你看这里飞伫空中的飞。哦。讲伊个名叫做飞机啦，啊，飞机，飞啦，哦，飞，飞鸟啊，飞上厉害，啊，所以这唔是飞机，哦，飞机，啊，这是啥物嘛？汽车，嘿，讲汽车会使，啊无，哦，搁有啥物？搁会使讲安那？自动车，自动车，汽车、轿车、轿车，哦，啊，这拢买啊，较用的。过去台湾话都无这个车，古早都无这个车，哦。啊，这啥物话？你敢知？这文。这是现代化的交通用具，哦，这叫做地下铁啦，哦。地下铁，地下铁咯。可是这伫个天空顶嘞。啊，这正好叫做这文电车。这文电车。电车啦，啊，咱即马。台北讲叫做捷运啦，捷运，哦，啊捷运，你讲，我讲捷运，啊，啊去日本讲坐电车，坐电车，啊地下铁，地下铁，嗯，好来，啊这啥物话？这称温感，天哪，公感。我你讲的较好听，干什么？小朋友，哦，那这机啊，这机啥货？空中咧飞，你有看无？你哎，导播，你看，这哪要甲放大，伊都乌白干什么？这机叫做穿婚证啊！穿婚证，开奖啥证？这是奖啦。这个姜，啊，这个钱，啊，穿婚钱，
钱你听我，唔是钱，唔是咧钱钱加白迄个钱，啊，这是钱哦，川粉钱。那可是那个炸鸡排的炸也很像哎、欸，迄花里边音同款，钱啊，啊，迄是迄个钱物件钱哦，咪这里台语好奥妙哦，北部川阳的钱无同，哦，啊，这上面个回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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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袂歹，啊，这台这。公车巴士哦，对，巴士呢，就是外来语啦。哦，那是外来语。外来语就是讲英文讲巴士，日本人啊讲巴士，啊，咱就对巴士讲，就唔免过去甲翻作公共汽车。所以这有可能是安。啊，咱的公车就是公共汽车嘛，公共汽车，你甲翻作公共汽车嘛。嗯。啊，一般的唔免翻，就是叫做巴士。哦，巴士就是外来的物件，因为这都不是咱台湾的物件。嗯，哦，过去这是外来。你像日本人咧讲，咱咧食馒头有无？嗯，馒头。馒头。馒头，咱台湾话是咪讲馒头？馒头。啊，日本话讲啊？唔知。伊嘛是照迄个物件，甲你讲叫馒头。馒头。哎，条吼，所以咱头下咧读册讲，猪条、苏果香迄个条。哦，对吧？哦，馒头就是安尼，啊，扁食，咱叫啥？就扁食啦。哦，咱讲馄饨嘛，吼，迄个北方咧食的物件，馄饨嘛，对吧？日本人讲啥？伊嘛是讲馄饨。啊，是。所以伊就甲本来人迄个地方专有的物件，就直接照迄个声音就去讲。所以巴士就是巴士。哦，你像咱咧转螺丝，迄叫啥？罗赖吧，罗赖吧 ，driver， 人迄外来诶，吼，咱就叫罗赖吧就好。啊，咱毋是咱那个反正螺丝起子，哦，那个螺丝起子，那个罗赖吧，吼，安尼讲。罗赖吧。安尼跳舞无？跳舞啊，都。有水无？水。你感觉安尼？你有感觉恁有进步？有。搁知影巴士诶由来。啊，是啊，这是外来诶物件吼，你毋免甲翻公共汽车，对无？对。哦。安尼好，今仔进步真济。安尼龙介先今仔要教咱啥？今仔日哦，一句真有意义的一句话，哦，叫做“小妞食有春”呐。小妞食有春，啊，小巧呢食无分。小巧食无分。啊，有人讲小春食有春。小春，一春就是你春我，我春你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这句话你不知道什么意思？相存，相存吗？哎，就存，你存我，我存你，哦。啊，有人讲，讲较白话叫做牛啦，你牛我，我牛你，啊。安尼，这句话来讲，你食物件的时阵，哦，啊，大家爱烧牛，啊，你先食，你先食，哦，哎，安尼到尾，遐物件拢有存。哦，安尼我知。真的我知道，这含迄个所以你有讲的，大人就打一个卡称，所以卖去抢卫星座，赶快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哇，如此可教呀！你看下咩啊？会教伊就要举一反三嘛。嗯。哦，就是讲大家爱烧，是啊，啊你爱烧咧尿，哦啊烧抢食无分，你看人咧做兵吼，啊将底怎啊崩了？一百七或开动安尼尔，吼、哦、啊踩落去，按摩几碗。安尼饭先食食了，菜放下底，搁去底饭，啊搁菜搁阿毛几碗，啊都四个菜尔，都我你一个人能食了了。啊，小抢都食无分，安尼就到尾你食无，伊也食无。嗯。啊，所以小娘食有春呐，哦，这就叫咱哦做代志呢，爱互相礼让啦。哦。礼让了后呢，代志咧做较会顺利啦。嗯。哦，安尼大家拢有分啦，唔通生狗啊，安尼听有无？唔通生狗。多计较，吹搞一下，是吧？是比较着急吗？吹搞来讲，嘿，有人讲吹讲就对了吼，就是哦，足赶紧啦，安尼吼，啊无按部就班啦，哦，啊食紧拢破碗，哦，所以咱讲小娘食有春，啊小抢呢就食无分，哦，你大家要小抢，啊就变做迄个啊枵着，迄个啊枵着，啊大家小娘哦啊照分配，哦，古古讲。不患寡而患不均啊！不患寡，不患寡而患不均。
不患寡而患不均。啊，对对对，来讲哦，啊，未使有人有，有人无，吼，啊，就大家少，吼，无要紧，食少，但大家拢有食着，安尼，哦，所以爱大家爱少存少量。安尼有了解无？有了解。含先咧学台语，阁会使学做人，真正足袂歹。啊是啊，咱好多话就是伫安尼咧骂人吼，对即个咧古来，即个古古来底拢有含问着做人、教囝事事的道理啊。嗯。哦，所以恁着慢慢咧，会当体会着伫社会边啊，待人接物应对进退啦。啊，那除了我们要就是学做人，我们还是要就是紧跟时事。那就是刚刚有说到那个苏院长，他不是说每个人只有一个卡层，所以我们不要抢卫生纸。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最近全球也爆出了很多就是抢购物资的状况，尤其是上个月台湾刚破百例确诊嘛，然后那个时候就很多人就很恐慌，就想说啊怎么办，没有安全感，然后就通通跑去大卖场要抢购物资。然后那个时候听说 Costco 卫生纸抢购一空，对。然后现在呢，因为美国疫情也严重嘛，然后美国也开始抢购物资了，他们除了卫生纸没有之外，他们连枪跟子弹都在抢购，很恐怖。那不知道龙盖森就是台南的 Costco 现在买到卫生纸吗？还是说你对这种抢购物资有什么样的看法？ Costco 哦，我是唔捌去啦，但是全年哦，家下我就有，我知影不念 Costco， 包括其他的卖场哦。那么伫人民恐慌的时阵，恐慌的心理像美国啊，伊惊啦，啊，开始去买枪，搁买枪支嘞，系啊，哦，我咧疫情咧发展，你咧买枪啊？因为安那，大家拢讲，吼、哦，你这皮肤黄咧，吼、哦，恁这吼、哦、就是拢病毒恁带来的，所以呢，对恁有一个歧视。因此呢，就作者迄个亚洲人啊，吼、哦、啊，就伫美国呢感觉无安全，所以伊就去买枪，啊买枪支，因为伫美国买枪登记就会使啊嘛，吼、哦，啊买起来啊，惊讲人要甲抢，哦，要甲暴力，所以才会去安怎。啊，咱台湾。一个人都，所以就讲，一个人都一个卡仓尔，啊，你想要吃几张啦？结果呢，大家就是恐慌，哦，安尼惨无，这若发生风险吼，啊，难道这也无够人用，那也无够人米也咧抢，啊，米粉也咧抢，对无？大牛也咧抢，掺卫生纸都咧抢。我要甲各位朋友讲，唔通哦，紧张啦，哎，唔免紧张，袂使恐慌。啊，咱呢每一日拢有咧看这个疫情的报告。应该呢，啊，慢慢大家提高警觉就会使，哦，接受指挥，啊，唔免恐慌，一个人一个卡仓尔，恐吓就卫生纸，你也清不完啦、啊。没错，那又来到网友互动的时间、哦，对，那我要来解释一下游戏规则喽。我们龙盖先呢要用台语形容题目，不可以使用国语、英文或者是肢体语言。那网友猜对的话，就可以得一分。哦，安尼，你若接上侪分的人哦，林刚你就当带客来你去东港佚佗。但是龙盖先含你去游台南。会使会使会使，来台南我请恁食好食的物件哦，有牛肉汤，有咸酸甜，有碗粿，拢总会使。来，你好，你是谁？我是赖瑞。Larry 的外来物，外来物了。Larry 一讲 Larry 了，哦，唔免阁翻转，台语。啊，即马开始计时，啊来第一条三字啊，北京话讲三个字啦，国语三字。好，龙开生，你讲的国语。我是咧，我这条是咧家己提出，我惊伊听无。三字听无，爱用台语呀、啊。好来，开始摇，开始摇。第一题，三字。最近有一台啊，这个军方的在作一个人，吼、哦，啊内底有27、28个人得病，迄台叫做什么名？哦，军武舰队吗？三字尔，你问什么舰队？三字，迄台船啊叫什么名？拍时间啊！哦，哇塞，就高兴，对啊，厉害！
我有发现。讲的对，但是你发音唔对啦。发音唔对。你讲国语的，你也使讲国语。磐石界。啊，对啦，对啦。哇，这个网友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磐石干嘛？磐石干。石啦，石石石。磐石干。唔是念做石，是嘛？啊，你念磐石也会使啦，磐石干嘛会使？第二条，吼，四字，四字哦，吼。啊，含读古啊，迄同款，啊有那再做一饼啊，即美国个，美国迄台，搁较大台，吼、哦，啊内底有那足济人钓这钓白，迄台叫啥物名？好太难了。是哩。好难，你敢有袂跳？迄个名是伊个总统，美国个前总统。罗斯福号。啊，你来行啊！厉害，水水，哇塞，学识渊博，学识渊博。过来哦，五字，五字哦，同款，有一台足大只的船啊，专门载人咧佚佗，吼、哦，专门载人咧佚佗。伫日本，吼、哦，叫关一个，钓七八百个拢钓这個，到尾啊，各国还佫派、哦、五字，迄叫啥物？啥物？五字，啥物名？偷袭王子号？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钻石王子号吗？哦，对，五厘五厘，五厘钻石是钻石，钻石吗？一个足水的国王的查某囝叫啥？国王的公主。哦，钻石王子号。哇！对啦，正确。哇，你袂歹。你三条拢摇到。算我含万讲啊，你搞伊了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你感觉你感觉足困难吗？对啊，真正困难呢，尤其是输第一个，尤其是罗斯福号，对啊，系啊，美国的总统，美国的前总统，对啊，啊说伊袂歹，伊有读册啊，厉害，我有看新闻，哦，你有看新闻对啦，没有知识也要看电视。对呀，要看雅虎，要看电视，也要上网路。对对对，没错，要看雅虎，雅虎 TV 啊，也要上雅虎。哈哈，还给你起小铃铛，知不知？哦，我知，谢谢。多少？一个 Larry。哦 ，Larry。嘿，第二个 Larry。偌偌累啊！卖偌皮就好啦，偌累要紧啦。好，感谢你，多谢你，谢谢，拜拜。这个今仔又了不起啦，足够要诶！啊，今仔日呢，恁两个安尼，一节课恁两个有啥物心得无？心得？嘿，嗯，我觉得我应该要多常搭大众交通工具。我教你做人的代志，做人，做人是无？一句话对不对？安娜较食有春，啊安娜就食无分，对。小牛，小牛吃有春，小笑吃无分。是哦，这就是咱做人爱客气哦，啊爱大家呢小存。人讲呢，吃物件爱小存，啊那做工课呢爱勤奋，哦对讲，啊这我来做，迄我来做，安尼大家效率就搁较好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吃物件爱小存，小存爱小存，嗯。做工课爱勤奋，做工课爱勤奋。你看学这些荷兰话，看偌水咯，对不对？对。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记得订阅 Yahoo TV 一起看哦，要记得按小铃铛哦。会记得两界先教台语，下回再见，拜拜。